会啊，他不想出现。他刚刚动了一下下。对，他刚刚这台车出现，然后就不见了。他也太慢了吧。这台车是还没停好的时候，我要觉得停。这个延迟是发生什么事？三分钟。肯定要。太多人像你这样玩，是不是？不会。肯定要去用手才才会动。他是要喷酒精吗？还是要干嘛？不知道在干嘛？没有吧？那我觉得超延迟。我完全没有在动。完全没有要动。妈妈都结束了，拜拜。